今日介紹嘅遊戲叫 Nos， 遊戲入邊總共有三種顏色嘅牌，咁全部嘅卡上面都係一個數字嘅，咁數字咧總共係1至15。遊戲開始嘅時候，我哋首先將90張牌全部洗勻，接下來每一個玩家咧各自抽3張，喺玩家回合嘅時候，佢咧就要喺從佢手上3張嘅數字牌入邊咧決定要打出邊一張數字牌。例如我揀咗12號，我可以將呢張12號牌放喺自己嘅牌池入邊，或者咧放喺對方嗰度都可以嘅喎。當我選擇咗打出呢張牌之後，咁我就要喺牌堆入邊重新抽過一張牌，補翻3張。假如係同顏色嘅話咧，我哋甚至可以選擇覆蓋已有嘅數字去直接加嘅。咁呢個規則亦都適用於放落人哋嘅對手度嘅喎，咁就可以從而減走人哋嘅數字啦。咁遊戲最有趣嘅點咧，當我選擇出一個同顏色嘅牌，覆蓋咗佢之後，咁佢而家場上有2隻12相同數字嘅牌咧，佢哋就會合二為一，只會合埋淨係成為一棟牌啦。當遊戲有一位玩家個牌池入邊咧，總共有6張牌，或者咧所有嘅牌咧，我哋全部人都打曬喎，咁遊戲就會結束。咁我哋就開始計分，咁我哋咧喺牌入邊一定要有3種顏色先會開始計分嘅。咁我哋嘅計分方法就係將我哋所有嘅數字全部相加。但係假如有玩家咧淨係得2種顏色嘅話咧，佢就完全唔會計分噶啦。遊戲喺呢個遊戲入邊，我哋總共咧會將呢啲嘅數字咧總計獲得150分嘅，就會獲得勝利噶啦。